晨神升格当老师，网友疯喊再不旷课。连衣晨萌棒阿拉蕾，图爱奇艺台湾站提供。2018年3月3日，晨神林依晨暌违小荧幕5年，终于回归。他自2011年宣布工作减量，放慢人生步调，后飞至英国充电进修，接住升格人妻，事业、学业及爱情三得意。挑选电视剧本一向谨慎的他，愿意点头演出的原因让外界相当好奇。老男孩发布会上，他感性发言，本剧有非常多杰出演员，我看刘烨父子对戏片花边看边哭，非常感动，剧本、导演、演员，我没什么理由不来演啊。连衣晨，左，转枪啦，爱上老男孩刘烨。图爱奇艺台湾站提供。2018年3月3日，连衣晨在该剧挑战霸气外露，又少女感十足的麻辣女教师，性格又呛又直，说话还带点刺，活像四川麻辣锅。不仅挑战百变造型，巧扮知名漫画人物阿拉蕾，还走运动 style， 露出健康体态美，最后更爱上刘烨饰演的学生家长，令观众相当期待。老男孩由台湾知名导演刘俊杰执导，历时近100天，远赴澳洲取景拍摄。男主角则由金马奖影帝刘烨出演，他与林依晨在该剧饰演一对欢喜冤家。林依晨走运动 style， 图爱奇艺台湾站提供。2018年3月3日，该剧筹备期间受到网友高度期待，由于老师一角确认由林依晨演出后，让等待许久的网友纷纷表示再也不旷课，所有等待都是值得的。从笨蛋湘琴变为老师了，老男孩将在4日晚间12点于爱奇艺台湾站全网独播。